知道。所以我说，我刚刚说我会先动啊，我图就是在情况，那我也不一定要。球迷们，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而且移驾的角度到运彩协进会，我们前方有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你们领号码牌。好，再次跟现场说，请教官来到洲际棒球场最终站了。等一下，我们的见面会呢，即将在3:30的时间开始。今天
同众三票就直接送礼物，就直接送礼物。在我们现场的伙伴呢，有前戏的第一组的，小姐姐。
一个人，比如说你如果拿球拍的话，就是球迷贴；那如果是你可以让球迷拿拍子，你来贴都可以。OK， 那我来帮你们选球迷了，好不好？好，来吧。好，这边自己选。谁的手不会抖？好，请先来。好了，来一二三，来娱乐，然后娱乐选人，好不好？娱乐选一问，对不对？谁愿选一问？好，我喊一二三，娱乐，一二三，娱乐。提醒我们所有在排队的球迷朋友，待会呢手机相机准备好就可以交给我们的漂亮的服务人员呢来为你进行拍照。再次呢邀请我们所有亲爱的球迷朋友哈，来到我们运彩协进会的摊位呢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哈。大家呢来投注我们运彩呢看比赛更加的有趣哈。那我们运彩协进会呢也来准备非常多的好康福利。接下来拜拜。 OK， 谢谢我们的新哥和娱乐，谢谢你们。好，那两位开心新手出现了，你们的现在是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来跟小小兵合照，我们的排队景点就是这边开始，好不好？这位工作人员，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让大家来跟小小兵合照，好，来合照。手机先帮我们准备，难得的机会，来，好，第一位可以把手机交给前面的工作人员，来。好，因为时间还好，有在左边的画面。好 ，OK。如果他摸摸他的手，牵他的手是没有问题的，但请大家呢，不要抱住他呀，或者摸他的头发呀，尽量只牵他的手就可以了。他的黑色。好，谢谢。下一位观众朋友。手机都先帮我们拍好拍照，都先拍好拍照的确好，坐，走着。